请沈次长一下。沈次长请。蔡委员早。沈次长是。三年来啊，台湾的外交处境是越来越辛苦，我们的主权啊不只是被中国在国际上打压蚕食啊，我现在看起来是鲸吞呢。中国不是蚕食我们的主权呢，现在看起来是鲸吞呢。那个马英九把免签证百国啊列为他最重要的外交上的一个政绩，对不对？但是最近媒体的民调啊，只有 5.6 的民众啊满意马政府的外交的表现，这个是苹果日报的民调啊，总共才 5.75 啦，对外交政策满意。但是马英九口口声声说他的免签证的国家超过百国，他列为最骄傲的政绩，我们现在高度的怀疑耶，这一些都是出卖主权哈、哦、去换来的所谓的免签证耶。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哈、哦、第一个例子，克罗埃西亚，克罗埃西亚今年给台湾免签证，但是克罗埃西亚的外交部在他的网站上很清楚的写着，台湾是中国的一省，如果用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而来换得免签证的话，这个不是出卖主权来换取短暂的签证快乐吗？啊？蔡委员跟蔡委员报告，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用主权跟他们换取免签证的待遇，他们是主动通知我们，就是给我们免签证的待遇，但是呢他这个名称的不恰当处啊，我们也在积极交涉中。第二个国家，斯洛维尼亚，斯洛维尼亚它是属于欧洲申根签证的一国，他也给台湾免签证，但是在斯洛维尼亚的外交网站上，台湾很明显的是列在中国的一部分上面啊，在斯洛维尼亚的网站上，我们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，蒙特内哥罗，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给我们7天的免签证，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官网上，连台湾这个地方啊，连台湾这个代表处的地方，或者是连台湾它的地理名词啊都没有。克罗埃西亚、斯洛维尼亚还有蒙特内哥罗共和国三个国家，虽然都给我们免签证，但是都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，外交部马英九政府到底有没有对美貌做大姑啊，有没有出卖主权换取免签证啊？有没有啊？蔡委员，我们绝对没有出卖主权。我刚才跟蔡委员报告，克罗埃西亚的 case， 他主动通知我们，他们来函的时候是用台湾称呼我们。斯洛伐尼亚的部分呢，他是申根公约的签约国，然后蒙特楼的这个他的做法跟其他的申根公约国做法不一致的地方，我们也在积极交涉。蒙特内哥罗的部分呢，已经洽该国修订改正。就这几点跟蔡委员报告。你在这里向我保证，你没有出卖主权去换取免签证。我，你没有上权入国，你要向我保证。等有一天让我逮到外交部是用出卖主权去换取短暂的免签证的话，那是得不偿失啊！啊，他的签证可以明天就可以让你的签证恢复要签证啊，但是你出卖了国家的主权之后是要不回来啊。蔡委员，我们绝对没有出卖国家的主权。我在公务部门也30几年了。你比沈履行老实多了，我比较相信你。我你愿意保证吗？我想我们沈政司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公务员。你愿意保证吗？我愿意保证啊。如果需要，那现在克罗埃西亚跟斯洛维尼亚还有蒙特内哥罗，他们的网站上都把台湾列为他们是中国的一省，你愿意马上去更正吗？我们已经在积极交涉中。啊，我们已经积极交涉。如果不更正的话，硬是要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的话，这样的国家免签证不要也罢了，不要为了冲那个数字，不要为了冲业绩，然后牺牲了我们台湾的主权，变成中国的一部分，然后去换取不知道能维持多久的免签证。
有什么作用呢？蔡委员，我们是没有牺牲我们国家的主权去换取免签证。他们的把我们认知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啊。是克罗埃西亚，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、啊。克罗埃西亚是主动通知我们，斯洛凡尼亚是申根公约的签约国，所以并不是我们去交换任何东西。那你应该立即要他们在网站上做更正、做澄清。完全同意蔡委员的观点，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处理。好，另外今天三个公约。今天签订的三个未来的这个渔获的公约哈，我看起来也是出卖主权，我看起来是出卖主权，哪有说我们跟人家签的公约我们不是缔约方啊？哪有说我们跟人家签的公约我们没有选举权，我们没有修约的权利，我们没有邀请新会员的权利？那这个是签什么约啊？我请问你，这个里面有没有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跟内涵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这个是不是 WHA 的翻版？有没有？每一个国际组织的情况不一样。WHA， 那我请问大家，这里没有，同样都是会员，他们可以选举主席，他们可以选举副主席，为什么只有台湾不能选举主席跟副主席啊？为什么？这个跟这个蔡委员报告，我们国家的处境蔡委员一定是也非常的了解。我了解啊。我们是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。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其他的会员可以选举主席，我们不可以选举主席？我们没有选举权，为什么？但是他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，我们还是能够表示意见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不是主要的主权会员国嘛？你到现在还要骗我们？不，我没有骗蔡委员，我刚才已经强调了、啊、就是说，而且在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到，的确我们是用这个捕鱼实体的身份去参加中西太平洋公约里面，我们连选举委员会的执行长都没有权利。